谢谢，哎呦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504，给我妈。谢谢妈。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那这个等于说是有顺序，他的右下随便抽呗。第四号，亲爱的飞宇，这是一份来自宇宙的礼物，请接收，希望。这是我们粉丝送的，这是粉丝送的是吗？对，真的。礼物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里头包含了大家对我的生日祝福，还有心意，就是今年收到最有价值、最有意义的礼物。第八号，亲爱的飞宇，给我们最爱的陈大厨以及炒饭师大师 and 蛋糕达人的礼物，希望你喜欢。这本应该是上面写的一个陈，这个我喜欢。第十二号，亲爱的飞宇，师祖辛苦了，愿你开心，希望你喜欢。乐高啊，对，哦，这个芝麻酱，这是看这上面小字写着陈飞宇司马椒，我最喜欢。对，我要的是下一个，你下站起来。那我们拍个照片吧。好的，好的。